卑鄙无耻的黑道有什么好说的？荣富雄的眼里只有他自己的江山，什么妻子儿子全部都只是他的棋子，他不达到目的绝对不会放我们走的。所以难道你要我真的跟你？不可能，我做不到。你冷静一点，你知道我会很害怕。学长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吴清轩，你在哪里？抓着我的女人，清轩，你在哪？老大，老大，是赵天星，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快收到消息赶来这里。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儿子在房间办事，有人来闹洞房，你问我怎么办？你不弄死他，我弄死你。好，八蛋，荣富雄，我女人呢？金轩。金轩，放开！你不要怕！金轩，放开！混蛋！你，竟然敢对金轩做出这种事，亏我还一直敬重你是个拿手术刀的，原来你跟这些人一样下流。少爷，他不要你服了。少爷，你竟然是？荣富雄的儿子，难怪手段要卑劣。既然你知道他是我儿子，还敢在我面前打他，你真的认为我荣富雄只会泡茶吃素吗？通通给我带出来！少爷，请。本来我是打算先办完我儿子的洞房再找你算账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我就不请你喝我儿子的喜酒了。等一下，这个男的由我来下手，要是谁敢对他动手，就是跟我过不去了。好，不错，趁这个机会呢，在他面前显一下你的威风，以后呢，他就会死心塌地当你的女人。用这个，免得向你拿手术刀的时候。让你是医生，你不要变成黑道。这是男人之间的事，你别担心，再等一下我就送你回家了。虽然我是医生，但是有必要时打架也不会输人啊。你的手是拿手术刀的，是属于病人的。你还动手就动手吧，我答应过静轩不会再耍流氓，我是不会动手的。好玩啊，好玩！想逞英雄，就别后悔啊！
你在车上不要喜欢，我把副总他们带出来之后立刻走人。我跟你一起进去，天生是一清的兄弟，我答应过姐姐要为他守护这一切的。我虽然不会功夫，但我好歹是一清的头啊，我跟荣爷谈判我还没输过呢。是我一清帮的人，就算哪里得罪了你，你要审他，好歹先知会我一声吧。这样关起门来动用私刑，会不会太过分了点？你太严重了！哎呀，我怎么可能动用私刑呢？是他抢了我儿子的女人，我儿子找他订狗给他自己不反手的。哎，怎么可以怪到我头上呢？哎。今天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那酒菜便便，不如我们坐下来一起喝我儿子的喜酒怎么样？龙爷，你开玩笑，你什么身份地位啊？但你儿子要结婚，就这一点酒菜也太寒酸了吧？不过，看在你这么热情的招待我们副总，喝酒吃菜，那我也要好好回请，好好招待。王，古乐军是要我一起擒贼先擒王。你们以为抓了我儿子就可以轻松离开我的地盘吗？啊！那就要看龙爷有多重视这个儿子。龙爷，你放心，我们一清的办公室绝对比你这里舒服多了。下次等你来，我们一起喝咖啡哦。走。走。